反正我不知道，反正你要拍美食的你就跟我走，我带你们去龙须文昌拍美食。先走再说。我们去吃饭。画拍个甲鱼。这位女神是旅游策划师杨导。炸，哎，这个绝了！哎呦，来个牛杂藕丝。你们能吃吗？牛杂我最喜欢吃。牛杂。对对对。哦，叫荣誉啊，荣誉文昌。哦，荣誉文昌。哎，他们是要拍菜吗？对，我要拍三个色道菜的队伍，来这边。啊，在厨房拍，这边。在厨房拍。哇，这个厨房干净整洁。哇塞，姚哥，我们回家了。回家了。对对对，这里腌的是五花肉啊。员工餐啊，员工餐，对，这是我们的员工餐，漂亮。用相机拍吗？这是打荷台，非常整洁干净。后面是切配台。哟，烧柴火的这里啊？烤鸭，在屋里烤鸭，烤鸭这里吗？哦，鸭子在这里啊，真材实料不？这边做那个甲鱼汤。这里有一桌家宴，第一位是头锅师傅，老厉害了。这是海带是吧？鳄鱼。好。哇，这位女厨师哦。这甲鱼哦，甲鱼，刚好的甲鱼，蒜子啊，哦，这个出锅拿那个煲仔装的是吗？对，拿煲仔。哦，加盐、鸡精、白糖、两勺蚝油调味，拉火收汁。这是鸡粉是吧？这个那鸡精加了还加鸡粉吗？哦，都加一点。你这屌毛少插嘴，你是师傅还是我是师傅？准备出锅，再给一点老抽上色。特别熟练啊！这么多人在拍摄，这位女厨师依然是临危不乱。出锅再加一点青蒜。烧粉丝。哎呀，太香了！甲鱼跟我们南昌做的完全不一样，南昌的就好多小米椒，红彤彤的。看到你知道你那自己没放？这什么粉皮啊？拿什么做的？这什么粉皮啊？红薯粉皮。哦，红薯粉皮，尽管太香，但是我不敢吃，过敏，吃甲鱼过敏。啊，你吃甲鱼过敏？对啊。对。是水鱼过敏，水鱼都是水鱼啊！哎呀，牛杂我最爱，辣椒的。这牛杂半成品，这什么？藕丝。藕丝啊，藕丝哦。红油加点辣椒啊。姜蒜是吧？加点清水。偷偷放了一点生抽，可以了，它加工成半成品的，可以了。烧好。对对对，这什么口味的？辣味。酸，有酸味吗？没有酸味哦。用小米浇的汁水来煮的，无敌爆啦！哦，炒这个藕丝了是吧？放姜丝，加点水哦。这个鸡汁调味。再放盐、鸡精、白糖。再放切的可以穿成引线的藕丝。这个仁成藕丝是我们江西仁成一道名菜啊。它主要讲究是刀工，
这个刀工要十年以上，或者是长期练的，越细越好，粘稠，那种口感滑嫩。大火猛推，直至粘稠顺滑。中途再加入干净的油，这道菜也太有特色了吧！出锅，放小葱点缀，厉害厉害，这么猛火猛推。藕丝还保留着形状，没吃过，没吃过。特色菜藕丝再来点，果然粘稠滑润，啊，真香、哦！入口顺滑，清甜可口。要炒黄牛肉，这道菜不得分的。没什么劲道，基本上多了十分，没什么多了劲道，像猪肉似的。我想吃像猪肉一样。这是福州特色文化《寻梦牡丹亭》大型实景舞台剧，期间切换了七八个舞台呀。欢迎公子，知心知心，但就此。